武汉，地处长江中游，依水而成，也因水而隔。水是这座城市的血脉，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江，横贯城市中央，形成武汉三镇隔江而望的格局，有九省通衢之称。武汉也因此成为长江中游航运中心。今天，极限收藏家们收到一封神秘的活动邀请函，纷纷来到武汉。他们的故事从一艘行驶在长江之上的游轮开始。哇哦！哎，哎呀，哎呦我的！啊，这到了，这到了，来下下下下下。哎呦，你看见姑娘就打招呼，你怎么不可以啊？热情啊！哎，好好，那也可以。哎，这个是啥意思啊？这个邀请函，信里写什么？极限收藏家您好，今早8点，武汉知音号游轮有一件稀世珍宝面世，诚挚邀请您参加，希望您能在这场活动中有所收获。Mr. Q。哎呀！哇！哇，这是真的吗？真的吗？快快快快快！百乐门，百乐门！哇！呼呼！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今天的7位 VVV VIP 极限收藏家们来到我们的武汉知音号游轮，快来一起加入我们的舞会吧！哇塞，这很好啊！哎。来了就有姑娘跟你一块跳舞的，太来劲了。我这个准备好了。是这么跳？玩的开心。啥意思啊？加油，两位老师。啥？交换舞伴。还有交换舞，还可以交换舞伴呢。还有这个操作。为什么？我不知道啊。来换我们俩，哎，牛巴掌，牛巴掌。好吧，时间差不多了，知音号起航，收派。各位极限收藏家，大家好，我是这次活动的召集人。我呢有一件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宝物。哎呦，红雷！但是我有一件急事，更大的急事，就是要带着我大眼睛儿子去国外留学，所以我就要找一位极具智慧、极具眼光的极限收藏家。装宝物的箱子就藏在这艘游轮的某个地方。30分钟后，船将会靠岸。今晚21点，将真箱子交给我的人，便是最终赢家。已经开始了是吧？这真是箱子吗？多大啊？不用着急，学学黄磊老师，不用着急，分析一下。我溜达一圈的啊，找人给你送过来。哎哎，乐器可以玩，钢琴。老师鼓励我。哎，我跟你啊，我跟你。箱子在哪儿知道不？小伙儿。箱子在哪儿？我找东西。你是假的，这么我有你想要的。假的，
绝对是假的。这么主要藏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面，你们要一把东西打开，然后这个东西在我一个朋友手里，你要去陪他坐一会儿，他就会把这个东西给你。我说不可以就不可以，你去。我说不可以就不可以，什么意思？大点声。不听你妈话呢？怎么？姨妈，姨妈啊！不听你姨妈话呢？姨妈长这么年轻，20岁了，嫁不出去，对象是不是？是。你看人家20岁，喜欢什么样类型？你孩子几个了？你说你喜欢什么类型？喜欢什么类型？我喜欢就是圆圆的，眼睛小小的，长得像小浣熊一样的。不可以。喜欢圆圆的，眼睛小小的，我们俩基本上都符合。那你们两个争取一下我吧。我觉得你很美。真的吗？真的。那我跟热巴比哪个比较美？她更美。姨妈，这还真可以。可以。姨妈，姨妈，来来来。小月月，你说。你喜欢我吗？喜欢。但是得我们莹莹点头才行。姨妈给你，这侄女给我，行不行？可以。行吗？莹莹，你这就点头了。行吗？可以。佳音，佳音也很优秀，我也很优秀。他还没跟你表白呢。佳音，你喜欢我吗？我喜欢。行。我看什么？满意就行。你别抢，我给你看着还抢。有东西为什么？338是什么？哇塞，这都有房间号，全锁着呢。而每个屋都长得一样，都是扑克牌。你好，哎，你在玩魔方呢？你在想啥呢？拿个魔方，你肯定是个魔方高手，是不是？这个是我在等人。等谁呢？等能打开魔方的是吗？对。我能参与参与吗？那你得帮我找到这个人。解魔方的人。对。那这应该是个魔术师。是一个建筑师。建筑师。男生吗？女的？有胡子没有？没有。戴眼镜啊？我不知道他现在戴不戴。好嘞，你在这等着我啊。好。一个建筑师。我是一名建筑师，一年前丧失了部分的记忆。你想找回一年前的记忆？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找回我的记忆，但是我总觉得有一个人在等着我。那你拿着魔方是干什么呢？我只觉得它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我不知道它有什么作用。好吧。你好。我找你有个事儿，走。有个人等你呢，等你好久了。你是做建筑的吧？这等了你一辈子了，就等着你这个。找着了，你的好朋友来了。行了，俩人赶紧和好了吧，别吵了，好好过了以后啊，把我的东西也给我吧。这200把钥匙，谢谢啊，我挨个去试去。行，你们一会儿好好过日子啊，祝你们俩幸福啊，来拥抱抱抱一抱，来，咱们抱一抱。2018，338。四个女孩比心是什么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不对呀。啥也没有啊，
箱子，箱子，这几个人衣服怎么有些不一样啊？这个年代有牛仔衣。上海那边人肯定喜欢吃比较甜。好，你好。我觉得你怪怪的，你们这桌怪怪的，你们衣服跟我们不一样。你也很怪啊，你为什么要来？我跟他们是一起的耶。你跟他们是一起，为什么不穿旗袍呢？这不是旗袍了吗？这是旗袍吗？我这个年代男生穿旗袍很奇怪吧？这是旗袍吗？而且不应该穿袍子吗？你一定知道什么东西啊？没有，我们只是来庆祝我们的鸭脖店五周年。鸭脖店，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庆祝？对，你拿凳坐下来好不好？分享一下快乐。鸭脖店五周年，耶。也鸭脖店，你开鸭脖店的、啊？对啊，对啊。哎，我们蛋糕怎么还不来啊？你们催一下。哎，你们帮我们去催一下吧。好吧，我是这边的客人。你是我们也是客人啊。那为什么要我催一下呢？你刚刚打扰我们好久了。对啊。你让我催一下是不是？对。待会就来了。这个蛋糕我们已经定了，你就只负责把蛋糕拿过来给我们就好了呀。我去拿，你说哪个蛋糕，我给你拿去。真的、啊？我特别愿意做服务工作，你在这待着，我给你服务。哎呀，你谁呀、啊？你怎么不插队啊？我是你大哥。我说吧，你来做啊。好。你知道吧？有的时候蛋糕不见得要漂亮，知道吧？重点是让他看到蛋糕就可以了。嗯。反正生日嘛，开心就好。我做的，没事，又不是你，要骂骂我。终于来了，谢谢你来跟我放在这里。哇哇！来，你帮我们吹蛋糕好不好？好久没有玩蜡烛了，旋转跳跃我不提前。来切蛋糕吧。切蛋糕。尝一下。哎。干嘛？切蛋糕好像。这什么呀？哎，这什么？给我看一下。给我看一下。怎么有个钥匙啊？我不知道啊。辛苦了，谢谢你，谢谢你为我服务。你想不想再要点东西？还有东西，你看嘛，对不对？你开心吗？手给我，给你啊，拿好。这边，拿好了。这都是我的心意，满满的心意，去吧。我知道，我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会准备好的。小玉，你在这儿干嘛呢？我看你好惆怅的样子。我在想我父母年轻时候的事儿。他们年轻的时候在这个船上相遇，然后在舞池跳了一支舞。然后呢，我刚才去找乐队，想让乐队给我拉一首曲子，他们不给我拉。拉什么曲子呀？月亮代表我的心。你能帮我吗？我争取帮你吧，小玉。行，好吧。玉兴，嗨，我想找你过来给我帮忙。怎么了？就是要弹一个《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个字儿，只有你会啊，所以我说必须找你来。对。好嘞。
感谢你能陪我跳这一支舞，今天我有一个小礼物想要送给你。嗯，不送给我啊？因为我的初衷是想跳一支舞。艺兴，艺兴，刚刚谁吹的呀？迅哥吹的，迅哥拉的小提琴。哇，你不想听曲子吗？曲子也想听，但是我最主要的还是想跳一支舞。You what？ 送你一个礼物。好啊，就送礼物了，送给我呀？也送你一个吧。啊。哇，送了你个爱心。这不行，爱心我是需要的。辛苦了，辛苦了。钥匙我也想要啊。没事，还有我呢，哥，走。Let's go。什么 Michael 什么 MV 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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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你怎么了？好像 Michael 的 MV 在这里拍的，真的假的？不是的，但是那个感觉。2031，2031。有人在隔壁。一起拿到箱子了。666，按照如果我在极限的经验，这个密码一定跟五大有关。如果是的话，是不是太神奇了呀？是想用一下几个特别的数字，因为它是三位数的密码，三位数的密码就应该是跟日期有关系。我先摁的是524，不对，我就想起来我曾经摁过一个501，运气好，第三个都没过。这是个四位数。黄老师不要再往下试了吧？你是不是有点郁闷？黄老师，我们没法玩了。那我现在把这箱子给锁上。啊，辛苦了半天，几位大哥，我觉得你们这儿一定有秘密。你们有没有什么宝箱、宝盒，甚至于类似于钥匙之类的东西？等完下班了，我们带你去后台。然后，行，现在就下班，咱们去后台好不好？哎，谢谢谢谢。这就是后台。对，这是我们的后台，就看这里有没有你需要的什么。啊，这有琴盒，对对，乐器的盒子一般就丢在这儿。哎，这里边有个箱子，这是宝贝啊！谢谢谢谢谢谢。你这是在找什么吗？我的角色是一个，有法的女歌手啊，然后要唱一首歌，然后再问你一个问题，才能把钥匙给你。然后这首歌其实跟张艺兴是有关系的，所以其实如果他来找我拿钥匙的话，他应该是很轻松的。啊、真假的？对，那我好了啊，那完蛋了。啦啦啦啦啦莫啦，啦啦啦啦莫啦，啦啦啦啦啦莫啦，啦啦啦啦。好，请问这个歌里面有几个啦？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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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这啥歌呀？你要不听一下他那歌吧。五六七八九十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不对，真的有十九个呢，你看一下吧。不行啊，五个呢。他这字幕不对，我昨天唱的不是这个，我数了一晚上吧。哎，你拿完你能不能？你过来。嗨。我这有线索，你先把那给我数清楚吧。哎，可以啊，可以啊。你有线索啊？对，我气死了。他说非说只有十九个，我昨天躺在床上数了二十二个。我觉得你说的对，就是二十二个。嗯。我答对了吗？但是是他先。但我说出来答案啊，二十二个。我数的字幕是十九个，你说二十二就二十二，你自己的歌你要不要自己数数看？我自己的歌我说了算。那你这字幕上面是十九个呀？字幕上面打错了。哎，行，十九个吧。那给谁呢？钥匙？给他吧，给他吧。我的那个钥匙在。啊。哦，在这儿。好，五十三。哦，三幺九。我觉得是拿多拿几个箱子一定会有戏。你要是能帮我找到一个人会给你个好东西。这是我找的箱子啊，谁不要动我的箱子，这是我找的箱子。帮我找一个人呗。谁？我媳妇儿。你媳妇儿？你媳妇儿去哪儿了？自从上船之后就再也没有走。她长什么样？挺好看的。好看的人多了，你光好看不行。他穿什么？他反正就是高高的，高高的，然后披了一个白颜色的披肩。白颜色的披肩。对。还有吗？瘦。瘦。嗯，比您稍微瘦一点。比我稍微瘦一点，那算瘦吗？一个女的呀，一个女同志。嗯。你是不打算要他了是吗？他有叫玫瑰。玫瑰。嗯。我怎么证明他是你的爱人？因为叫玫瑰的很多，玫瑰，玫瑰。然后告诉他，他的涵涵在等他。涵涵，你叫涵涵？对，我在等他。一个老爷们叫涵涵，你怎么想的？我妈给我取的。请您快去帮我把他找回来吧，我求求你了，求求你。白色的披肩。嗨，你好。你是叫玫瑰吗？不是吗？我不是玫瑰。好，谢谢。也许我是百合吧。好傲娇，也许我是百合吧。That's 玫瑰。玫瑰。哎，姑娘，你是叫玫瑰吗？对啊，你怎么知道？你的涵涵在等你。来，跟我走，跟我走，涵涵，涵涵，哎，你走啊，媳妇儿。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你们好假呀！你们两个是爱，你们两个是爱人是吗？哦，那我现在给你一个东西，好，不要告诉别人，好不好？好。磊叔，找到了吗？找着了，我看看。怎么啥也没找着是吧？嗯。
你快去找去吧。叔，你可不可以把这箱子给我，你再去找？为什么呀？我就找了一个，怎么能给你呢？怎么不能给你？因为你很会找，我不会找，你再去费叔。不合适。合适。说，到后边你要不找不着我的，咱俩谈。你说呢？你看他也找了。哎，我们两个可以庆贺一下了。嘿，我们撞一下箱，干杯！嘿，开挂了我。哎，你呢？你怎么会有两把钥匙呢？主，你好厉害啊！月月，你可以跟他要，他有两把，你可以跟他要。他有两个，你不跟他要，我只有一个，我给了你，我怎么找？他已经找走两个了，但我现在只有一个，我不能给你。那我去再去找一找。行，我也想在这再找一把。像小猪一样找到两把钥匙找东西。 Ladies and gentlemen， 俺有两个箱子。 Yeah man， 拍照留念。 Today is lucky day， 俺有两个箱子。小猪干嘛？可以给我一个吗？不是，月月，这一期要靠自己了。我不想靠自己。不行，你都那么大了，你一把钥匙都没拿到。加油，去找个嘉宾吧，乖，啊，加油。走了啊。小猪送我一个礼物。见到李英，月月，够兄弟。对啊，最后我逆袭了。小猪，猪，这一起靠自己啊，乖。猪，我不想靠自己。是吗？我不想靠自己。靠自己，这一起。不好，靠自己不好。为什么？加油，你可以的。我不可以。加油啊！你是叫赵丽云吗？不是。赵丽云刚刚大学毕业，是你吗？是不是你？是你，就是叫赵丽云吗？不是。你叫赵丽尔。我叫赵丽云。你先把魔方拼一下吧，能拼出来我就告诉你。我上哪拼去？明天早上吧。这不就在这儿拼吗？现拼，说啊。没骗傻小子吧？没骗你。这样，一个更简单的啊，你用50个字夸一下我。你太美丽了，这个船上，知音号上你是最漂亮的。当我看到你以后，我就停住了脚步。我知道你一定有身份，希望你以同样的尊重回报我，然后我们俩强强联合。谢谢你。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拿这个魔方的男孩？嘘，别告诉别人，我知道了。我知道他是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别告诉别人啊！啊，好，就告诉你了。OK， 你记住我对你50个字的承诺，好不好？好，我等你。哪去了呀？那人呢？等我一会儿啊。他叫楚天书，要不你叫试试？极目楚天书是这意思吗？天书啊，说。天叔，你女朋友找你啊？哎呦我天，这没到中午呢，我就受不了了都。哎呀，呀，楚天叔啊，有个女孩找你，在哪儿？在2楼左右。带我去见她呗。走。你是真的是吧？当然。走。你那女朋友叫啥来着？江若梅。江若梅是吧？对。江若梅。江若梅，你找着了，快相遇，快相逢，快拥抱，快点开始拥抱，痛哭流涕。非常遗憾的告诉你，假的，真的，我俩是真钥匙，啊、但是有人比你先找到了，有人比你先找到了。谁呀、啊？黄磊老师，加油。你不是说等我吗？等了几波人了，这个给你留作纪念。我要什么纪念呢？50个字收回啊！哎呀，哎呀，哎，
哎呀，你找到了吗？哎呀，我找到了呀！被人家黄磊老师登先一步给我抢走。箱子啊，我不想玩了，我放弃了今天。我也想放弃，因为我所有的房间都没有东西。我也是。我已经找了六个房间了，差不多。哎呦，天哪！啥也没有。好了，走吧，走吧，走吧。Let's go。3、2、4、3、4、4。这房间被找过，这一看就没有。哎呀，那算了吧。Good night。累死我了，我心里舒了一点。你找了几个房间？就一个。我偷了把扇子，偷了个手机，一无所获。我下楼喝，我下楼你玩吧，我下楼我喝水。对，我上吧台了啊。谁有线索啊？我求求大家了。我跟岳云鹏不容易，我们俩刚来这个节目，一事无成。我捡到一个钥匙，哪来的啊？你太会动了。哎，这来刺激的，看。哎，我捡到一个钥匙，你太会动了。肯定没有用，我告诉你，黄磊老师羞辱我们，你们就是羞辱我们，绝对是羞辱我们，你还高兴？你以为天掉来一把钥匙？天上掉钥匙？小月月哥，你们别找了，箱子都被找完了，都在他们手上了，就六箱子，一人拿俩。就六个箱子，一人拿俩呀、啊？那就咱仨没找到。就咱仨没有啊？就跟你讲，被导演组坑了。我要下去喝水了，喝水喝水喝水，什么节目啊？不是累得这样，是真的吗？是真，肯定是真的。故意不给咱们，我告诉你，顶这么大压力上这个节目，谁谁都骂我们，然后找箱子找不着，喝水了。热巴，咱们仨要抱团，知道吗？抱团，热巴，听到没有？他老欺负咱们，三杯可乐。尤其是刚才天上掉钥匙，我以为羞辱我们，这什么玩意儿啊？我还整个王八壳，这是。你们四个太过分了，太过分了！你们四个，你们四个，我下来！我那么求你，小猪，你都不给我一个。你求他了？啊？怎么求的？我用我的尊严去求他。不玩了，输就输呗，能咋的？你最好跟我在一起。整天重复二锅头主歌重新成立啊，不是你要是有了箱子我会很难过。磊叔你们这样不好，你这样不好。怎么不，我也没箱子，怎么好？咱也别吵了，我不玩了。还有这种操作呢，估计你们要上一期热搜。上不上热搜真的没有关系，我真的不想上热搜。俩一口都是说我不想上热搜。对呀、啊、被网友不想上热搜。哎呦，开箱密码在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鹰顶鲲鹏广场三个地点，请各位立即前往武汉大学。啊，那走吧，上武汉大学吧。哦，那我们就把密码拿走吧，我们仨。走吧，拿密码。齐心协力，让他们箱子没用。好，对的，漂亮，走，走啊，走吧。你好，才来呀？哎呀呀，有点塞车。哎，就是这个盒饭呀。要赶快送过去，地址写在上面。姻缘宿舍迎雨斋，嗯，好多的迎雨斋，可以找同学问。哦，好了，哎、好，谢谢您啊，哎、好，好。哎，你好，欢迎来到坐拥珞珈山、环绕东湖水的最美校园武汉大学。我们是摄影社团，正在招新，想不想加入我们呀？想，但是我们的社团因为报名的人数比较多啊，所以我们可能要对你们的摄影技术先进行一些考验啊。首先你们要拿出你的 vivo X27 手机，然后呢拍摄4张与漫天樱花的合影。哪有樱花呀？那就要充分发挥你们的想象力了。走吧，明白了。这是上课呢。
有同学叫了外卖吗？不是我们叫了外卖啊。这什么呀？卫星啊。对啊，张艺兴。对，这比你还厉害的星，卫星。对，诺加一号，这是全球首颗夜光遥感卫星。哦，哎，对，这个是无人机，上面呢是双鱼相机。哎，你们没订盒饭啊？对，我们没订盒饭，我们在那做这测量呢。上面有一个门牌号，但是看不懂这个数字。看不懂是吧？对，我来瞧一瞧，这个是俄语字，俄语字啊。对对，这是307啊。你好，哎，你好，我给您送饭来了。啊，这是你的吧？是是是，啊，这我正学习呢。正学习呢哈。我有一道题想问问你啊，行，你看看，如果无风险利率为6%的股票市场的收益率为14%。某资产组合的收益率为18%，那该种组合的贝塔值等于多少？有一个叫做掌门一对一。哦，我知道这个。你知道吗？对，我帮你问一问啊。哎，老师。对，你好，我是掌门一对一的王老师。有一道题我们都不会做，我跟您咨询一下好吗？这个贝塔值是我们一个资产的风险系数，所以要求我们的这个贝塔值就是要用我们的组合收益率减去我们的这个无风险利率，再除以我们的市场风险溢价。好，那最后的答案是多少呢？1.5。好的，谢谢你，王老师，再见。行，好嘞，那没事了啊，你把该给我的东西也给我吧。谢谢谢谢。对，带了。那我们想要就是排一下这个动作，就是你们可以学着读一下这个诗。好啊，怎么弄？第一句是：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Yes, li jizni jibia abmanet。Yes, li jizni jibia abmanet。Abmanet。第二就是捏鼻掐一下，捏塞了鸡一下。捏鼻掐你一下，捏鼻子掐你一下。捏鼻掐你一下，捏鼻掐你一下。第三就是不见武媚娘，思密利息。不见武媚娘，不见武媚娘，不见武媚娘不还利息。不见武媚娘，思密利息。非常感谢你们帮我们排练，我们可以合个影吗？可以啊。准备，一二三，十名好礼阿静。谢谢谢谢谢谢，所以我们要先走了，你们上课了，非常感谢你们，别走了，你们是不是还有点什么东西？这个东西要给我们。时间的努力阿静。啊，等一下，是多少？我们已经告诉你了，是爹地，是爹地努力阿进。这样这样吧，我就从0到4，我来念一下，然后你来对照一下，我从零开始，零一二三这个顺序，好吧？努力阿进，1、2、3，是爹地，四的原因，谢谢。李世南，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吧，感谢大家。这算吗？同学，怎么称呼您？我姓朱。哎，你看看，抢了，我姓岳。那个姑娘，我们有一个想法，您可以帮我们俩画在画上，然后这满天的樱花，可以吗？这不就有樱花吗？借你这个东西一下行吗？我们俩拍个照。可以啊，来，我再下载一个樱花的这个图片，我 P 一张。啊，你可以，你会 P 呢还 ？P 呗，愣 P 呗。我啥也不会。你会 P 图吗 ？P 图吗？啊，来，小女孩都会。你这个图为背景，把我们俩手牵手能 P 上去吗？帮我们多拍点，多拍点照片，然后给我们抠图抠出来。大家可以去楼上看一看，楼上有一个咖啡厅，然后它应该有一点点樱花的元素。来，这种满天了，这个准备好了吗？1、2、3。同学，给我 P 好没 ？P 好了。太棒了，你简直。有一个情况。就是刚刚在你们拍照的时候，我们社团已经爆满了，所以说你们没有办法再报名我们的社团了。非常遗憾告诉你们，但是你们照片我会给你们打印出来留作纪念的。那我们的任务完没完成呢？那咱把照片先拿来再说吧。这跟任务没有关系吗？有关系吧。你先打印出来再报我们好不好？谢谢。
特别的好看，这个给你们留纪念，一共有4张。蛮好啊，咱俩。嘿，相亲相爱。特别的好看。二八什么？二八。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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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墨江南饭店那里有箱子的密码，走走。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我们边吃边聊。哪有饭啊？上上酒啊？还哪酒啊？有有酒吗？借着酒劲儿，接着一会儿霍霍还能再得一箱子是吧？我们先上菜。这菜啊，多少？讹上啊？不让我们看，看你吃多少。哇，这是这样的、啊、给留个缝儿呗，好不容易挨热巴一回。哎，马上就能找着怎么看对方。哎，来递个勺吧。哎，这可以啊，这可以，太清楚了。恭喜各位，你们在武汉大学拿到了密码，知音号上的6个大箱子都能打开了。现在我们上前菜。哦，有微辣吗？没有微辣，没有微辣。哎呀，这个节目是全方位伤害啊！在大家面前的这道前菜啊，就是武汉的鸭脖。我们到了武汉，肯定要吃点鸭脖。你们每个人盘中一共有30根鸭脖，在5分钟内。鸭脖是的第二多的人获胜哦，5分钟以内，5分钟以内啊，好，开始。我先来点水，好辣。这个大家要一起配合，免得把自己胃吃坏。好吧，吃多了其实也没意义。来个逆向思考好了，吃到第二名的人他会有很大的优势跟奖励啊。我才不信，你可以选择不吃，对不对？不吃，不吃你肯定也不是第二。我觉得有诈，也就是说只有一个人能赢呗。那我不一定，他可以有5个人6个人并列第二啊。那我们都吃一个呗，最后让谁多吃一点不就完了吗？哎，好像也行哎，但是我吃第二个了。你吃第二个，那我也吃第二个。磊哥吃几个了？我吃3个了。你吃3个，因为它挺好吃的。我吃4个了。老朱，你能不能吃？给热巴逆袭吧，啊，让他得优胜啊。嗯，为什么？他没箱子哦。我一次都没赢过。磊哥，你吃几个了？我吃4个了。热巴吃几个了？2个。你吃俩。月月呢？嗯，3个。3个，嗯。啊，那我可以再吃一个，咱保持这个速度啊。小心啊，贪吃不见是好。好，倒计时30秒了啊。别别别！磊哥吃几个？6个。吃6个了？嗯。啊。6个了。学学学鸭脖，日子一天一天过。我已经吃7个了，那我们还得多吃一个。好，时间到，我们来宣布一下每个人的成绩。吃的最多的是雷佳音，8个。8个。哦。吃的第二多的人吃了6个，是黄磊跟艺兴。哦。然后热巴吃了3个，王迅吃了4个，月月吃了5个，小猪是0个。嗯。来上主菜。主菜什么？主菜不是鸭头吧？这是刚才6个大箱子里的小箱子。什么意思？总是搞得神秘兮兮的。黄磊跟艺兴可以优先打包一个主菜离开。我就5吧，是吧？到我面前第一个就行了。我选6。6。你怎么吃这么快呢？我不知道啊。没吃干净，你再吃一点。要2人组队才能出发，剩下的5人请在我们的题板上写上你最不想搭档的人的名字。导演用不用这么麻烦，就说出来就好了呀，对不对？大不了打一架，是不是？你是不是要说我呀，岳云鹏？他肯定说我，他那天已经侮辱过我了。他说：“哥，你那个智商，咱就别在一块儿了。”
看看雷佳音是最多的吗？我是第一个呀。我写你。你为什么要写我？我觉得第一位可能会有问题，就是贪吃。贪吃怎么了？就可能会遭惩罚。真的假的？极限挑战，这里是。好了，写完了。好，来，我们同时举牌。那是什么？那你能不能给发量画密一点？我选雷佳音。我真的不想跟他在一起，这个货他真的没有智商。看看你的嘴脸。怎么了？好，雷佳音，你最不想配合的人是谁？月月。为什么选月月？这还用说吗？拉低我的档次。我也是小月月老师。要把你这样不好是吧？那你那样也不好。我写的猪。猪太精了现在。他刚才一个都没吃，我就觉得他这个有点吓人呢。好赖吃一个呀，我不知道他要。猪选的谁？猪选的我。跟他一组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好事，尤其是在上次那个垃圾分类那一期，他跟我结了盟之后，他还偷了我的箱子。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你还记仇？我一定会报你这个仇。今天还不算报仇，我会让你在一期里面彻彻底底忘记了自己，迷失了自己。哼。好的，上一轮吃的最少的人，他选择的最不想合作的伙伴，为了要让你们增进的友谊。Oh my god！我遇上对的人，所以你们之间相互组队，希望你们能够在这样的合作当中建立起友谊的桥梁。你们两个人可以在现有的四个箱子里边赶紧挑选，然后组队出发。组队了，拉低我档次了。你要带我飞翔啊！我就四号了，走。拜拜，各位。拜拜，拜拜，老猪猪哥。合作愉快哦，么么哒。走啊，么么哒，么么哒。如果前天是你录的话，我虐死你。不要虐我，虐我干嘛呀？我都已经这样了。呼喊的是我。好，坐坐坐。没有没有声音。师傅，司机师傅，您给两位哥哥那个信封。两位哥哥，只有一位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哥哥，一个姐姐。讨厌。开箱密码在长江第一观景台。Let's go。好，所以剩下的三位，我们要分成两人一组和一人单调的一组。所以最受欢迎的两位。热巴跟王迅，你们自动成为一组，而月月最不受欢迎，你只能单独组一组，而且你会没有箱子。不是，你等会儿，我什么时候成最不受欢迎的了？雷佳音也两票，我也两票，为什么？我们三个人当中嘛，有人选你嘛，就不想跟你合作嘛。拜拜，拜拜，走开了。真的，我不光没有队友，对，我还没有箱子。哎呀，终于和热巴搭上档了，拥有了箱子，真的啊！刚才你没箱子哈？没有啊，那太棒了，太棒了！走吧，那咱们放心，我手里有剑，我会保护你的。啊，谁敢过来我就砍他！哎，看看有个任务卡，开箱密码在八一路小横山公交站十路公交车。哦，哎，这不十路公交车吗？咱们上车吧。感觉自己萌萌哒。我感觉自己好无奈。好，月月，知道你现在心里也很苦，我们有一颗糖，有额外的一份甜点送给你。真的有吗？甜点是很幸福的哦。长江观景第一台，还有一个密码，看清楚上面的字，9651。这个9651是什么？是你得到的一个密码。好刺激。我有什么特异功能没有？这就是你的特异功能，你比他们额外多了一个。我现在要去长江观景第一台
那还有一个密码，我今天一定要赢。有的朋友可能就问了，赢那么重要吗？是的，很重要。走。怎么还不走啊，师傅？欧兰德需要您提供解锁密码。嗯。哎，这个我还真知道，叫2047。欧兰德，恭喜您解锁成功，我们现在可以出发了。走。既然现在闲得没事，研究研究它。黄鹤楼，时间于哪年？1916。1916？不是。建筑面积3219，不行吧？总高度514米。黄鹤楼位置是我们两个人的密码啊，可能我们拿到的密码还是别人的箱子，对不对？现在知道他们去哪儿了。你们都要去哪个站呢？这个东西有可能有信息，你知道吗？这位美女，你要去哪个站？我不知道这会开到哪里耶。那你是台湾的？嗯，我来寻根。来寻根呢？他有故事，他有故事，多问一下。那么你有什么线索呢？寻根的线索？没有线索。没有线索，你寻啥根呢？不可能。我就是想回来看一看，就是老人他们平时说的武汉的生活是怎么样。哦，所以你这已经没有亲戚了是吗？找不到了。对，找不到了。哦。哇，这黄鹤楼啊。哟，这肯定是线索。你好，你好，你好，哇，您在写书法呀？对对，哇，哎呀，太漂亮了。老师，您是书法家吧？我是一个书法家。对，哦，您怎么称呼啊？我叫耕夫，耕作的耕，夫子的夫，就寓意着就是一个勤耕雨读，哎，勤耕雨读的一个耕夫，嗯，太棒了。我长期在这里写书法，我也希望你们也跟我一起练练书法，练练书法，怎么样？疫情太好了，好，或许你们练了书法之后啊，还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哎哎，就照着这个黄鹤楼的这首诗，好嘞，来。你给我一张，就是纸片，就用这个纸吧。对。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什么东西啊？紫外线。啊？什么？蓝光灯。这个蓝光灯是照什么用的？那肯定照白的东西就能显示了。好，这照我们这张纸还是他？不定，不定哪张纸啊。别写了，师傅，找着了，找到了，太好了！你这可能只是找到一个，我还那也把字练完呀，要不然师傅不会告诉你。这边是看望远镜的，要专用臂。好嘞，谢谢。这边可以直接穿进去。看到。哇哇，这个桥是什么？这个桥是武汉长江大桥。这是武汉长江大桥啊。哇，这个就是1956年那个下面走京广铁路轨道的，然后上面可以走公路的一个桥。哇，这么大范围找什么？哇，有这么多车吗？
不会吧？师傅，师傅，哎，你来看一下。看什么？你看那里有一台车打着双闪，正好是十号公交车，我把那对准了，后面写了个7915。如果你的号码是四位的话，这肯定是个密码啊。又是箱子，哪这么多箱子？大叔，你见过什么密码啊？不知道，这个我不清楚。哎呀，我现在热得我满头大汗。哎呀，大家能帮帮我们俩吗？我们俩就为了弄个密码，现在已经要疯了。你好，你好，你好，你们两位是两位志愿者吧？啊，是，我们是长江救援志愿队的，这是我们的张队长。你好，我们今天是一个水上的救生演练，这是我们长江救援队的三大宝：泳圈，泳圈，这是救生杆，救生杆，让别人抓住的是吧？这是抛绳包，抓绳子的。对，给你们培训一下。啊，好，哎，只要甩出去就可以，是吧？好了，哎，好了，好，试一下，好了，叔叔。哎呀，啊，我救命啊！哎，好好来了，快急了，来了，快来了，救命啊！哎，一二三，走，使劲！哎，啊！再游一下，走，哥，哎，好，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可以补救一下，你再用这个，补救一下是吧？使劲，大头，使点劲，使劲，好。啊 ，OK， 非常棒，谢老师了，朱勇，快，哇，这不止十米啊，这个绳子啊，这可以打二三十米远的，非常好，非常好。再一个就是说，我们把人叫上来，如果说还要跟他做这个心肺复苏，对，我来试试看，我记不记得，好不好？好，你先试一下，先叫，喂，哎，呼吸声，没有的话呢，啊，在胸的八卦这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是吗？针对这个溺水者啊，他的急救方法跟平时的那种心脏骤停还不一样。首先判断他的意识。先生怎么了？轻拍重换，两边换。快来人呐，这里有人溺水了，请这位先生帮忙拨打120。如果现场有 AED， 请帮我取过来。我们必须要把口腔里头的异物清理干净。有呼吸膜，吹两口气。001、02、03、04，每分钟100到120次啊，一共要130笔，压30次，吹两口气。我现在给两位志愿者提个问题，按压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按照他醒为吐水为止吧。不是吐水，叫醒他。对，恢复意识，有了呼吸和心跳。对的。还有一个是什么？救护人员来了，非常棒。对，二位可以来试一下。猪猪，哎，猪猪。我在这呢，这样，小月月，小月月，咱们走吧。不是，救人要紧啊，救人要紧。哎，快去帮我叫120好不好？怎么了？这有个人躺下了，他不睡着了吗？没有，著名相声演员岳云鹏。你说什么？岳云鹏溺水了，快点，我打电话。好，快，谁救你了？啊，不要求。你好，这里有人溺水了，看有没有呼吸，怎么判断呢？对，不是听这。听，对，鼻子没有了，切额抬额，这个切西瓜，二指禅，这样往上走，对，这样，对，哎，好，两口气就 OK 了，好，然后再按压，嗯，哈哈哈，像压，这个手，对 ，OK， 好，对，好，一直，救护人员来了。哎，好，120来了，快，抬上去，好，再把它抬上去，有意识了，有呼吸了，你们大功告成了，救人一命，对，救人一命，胜造七级，辛苦不多，对，真的是，我们这个用这个救了好多人了，太棒，辛苦，每年得有多少？我们去年救了50多个人吧，都是失足跌进去的吗？有在这玩的，掉下去的，也有轻生的。请问一下，你们会是长期都在那边驻守着吗？对，我们值守。
每一天每天守株待兔的救援，而且是志愿队，志愿队。这样几年的时间呢？这样多久了？十年了。哇，真的辛苦辛苦，太棒了。那么这样，等一会儿就在下头呢，我们就展示一下入水救援。好，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两个火烈鸟是什么意思啊？不对哦。上是要我们坐在鸟上吗？我不知道啊。我们一会儿要干嘛？你等一会儿是去上火烈鸟吗？上啊，上了然后干嘛呀？就被你们拉着跑啊？对呀、啊，这边今天能见度不好。哦，今天雾大。对，在上面坐着应该很安心。不会吧！上了，上了，上！防！我感觉他还没有死机。防！我适应，没有事。没问题吧？没问题。他上面 OK。拉着他上面。好。拿。你可以重心往前。拿他往。哇，你好，你好悠闲啊！哎，我也躺着。哎呀，哇，蛮舒服的呀。你太舒服了。我也觉得好舒服啊。得了，老师，我这里边什么字都有。什么字都有。这个我们就不再商讨这个了。好，给你一个东西。哎。打这个电话。好，艺兴，让咱们打这个电话。谁的电话在响？哎，这怎么有个手机呢？喂。手一二号兑换密码。手一二号兑换密码是什么意思？我打过去再问一问啊。您好，您呼叫的用户已关机。哇，好可怕啊！问了这么重要的信息，咱手一二号兑换密码，咱去问一下。走。哎，大姐，您知道手一路二号吗？你究竟是手一路还是手一路二号？手艺二号，那我们知道了。二号就是一艘船，一艘船。对。哦，停在哪儿呢？秦川码头。对，这个很重要了。秦川码头。下一站就是吗？下一站就是秦川。那我们去那儿。好。哎，白捡个手机，你说这就挺好哈。行。谢谢大姐啊。谢谢啊，拜拜。走。哎，手一二号，我已经看到了。啊，先找起来吧。找起来。哎，怎么还发船了呢？异形，船？那我看船。看船是吧？嗯。哎，我看这条船开过来了，在哪里？你看这岸边，在对面看到了吗？热巴，这个一层我觉得够呛，咱们去楼上看看吧。哎，这直接就有箱子。按下红色键可以显示密码。妈呀，找了大半天，一二三。密码在哪儿？密码呢？哎，行，我看到了，在那儿看见了吗？啊，3159。3159。哦，在那里，我看到师傅。3159。OK。这里有张邮票。毛雨生，然后他也是武大毕业，桥梁学家。咱们走着去研究研究呗。
哎，有没有号码呢？有密码呢？有密码吗？看到没有？好聪明啊你！他们应该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就给我们看的，应该、啊、是不是？对呀、啊。谁？雷佳音呢？雷佳音。他们在干嘛？你，你怎么来了？我来救你来了。在哪儿呢，月月？这里啊。啊？嗯？哪有线索？我这脑子。3159，这大家都看见了呀，这个密码。对呀、啊。我们看见密码，船上的人看不见。好刺激！玩多一点，你们可能还有我的班啊。我有两个密码。密码呢？密码呢？吓人呀！哦，下边电视。打电话，打电话。这怎么显示是黄磊的号呢？黄磊，这是什么意思？旭。哎，磊哥，你说怎么了？没有，我们得到的线索说那个密码打这个号，我一拨是你的号。您这有密码了是吗？有了，那你把密码给我们说一下呗。见面再商量吧。行，那你在哪儿啊？你在哪儿啊？我们现在坐在一个船上，我们不知道下船在哪儿。你在条船上啊？啊，没事儿，你在条船上很好。你刚才是不是还在一辆公交车上啊？我们对，刚才在一辆公交车上。公交车上。那你们在哪儿啊，磊哥？我们在一座高楼上。高楼上，你们能看见我们吗？看不见你们。但你的船刚刚驶过呀，不错呀。是吗？船刚刚驶过。船是白的啊。这白的、啊，你在哪儿啊？哈哈哈哈哈。哎，这猪吗？哎，他们俩干嘛呢？说怎么了？完了，现在我们就看着小猪和佳音他俩飘在江上。他俩也飘在江上，为什么呀？不知道他俩在干嘛。那是谁啊？他。热巴呀！热巴呀！他们在干嘛？你们干嘛呢？我们要把密码告诉他们吗？我们在江上了，舒服了。是我们的度假呀。不是，那你们找到密码了吗？没有啊。你们没有密码吗？不知道吗？没有，你有吗？我们没有啊。那你没有密码，你跟我说啥呀？他俩怎么会飘在江上？怎么飘的呢？一人骑了一个火烈鸟，飘在了江上。真的假的？哎，月月也在。救命啊！救命啊！三天没有吃饭喝水了。好。来。哎呦，月月在套他们。哦，是吗？我给你现场直播一下，现在月月拿着一个套绳的杆在套雷佳音。哎，他把雷佳音套上去了，他把雷佳音套上去了。过来，耶、yeah ，过来。慢一点，慢一点，好好。看见没？我看，我看，在哪儿？在哪儿套圈呢？在江上。嗨，小猪，哎，来，我叫你来了。我。真的假的？这是，来抓住，快，快，抓住，快点！
小猪，你不要死，小猪，快！怎么了？快！小猪也被套上去了，太厉害了，他们。校园演习圆满成功，小队，谢谢，谢谢你们救到我们了，好设计。你们在干嘛呢？佳音，他们什么圆满成功？传上密码，看见了吗？记好了，但是他们看不见。对，他们看不见。啊，月月，你把他们救了。拜拜，你们知道密码吗？不知道啊，不知道。啊，你们不上这个船呀？哦，月月是长江救援。太厉害了，他们。哎呀，这也没有得到任何信息。是啊，天哪，晕倒。这个解密码这个事儿呢，如果是磊哥在，这会儿早就已经解开了。但我这个脑子确实笨。是应该是个很简单的东西，只是我们都没有猜到。师傅，我根据这个邮票。我稍微想到点东西。你说，茅以升是桥梁学家。嗯，然后我们在这儿用这个望远镜看，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这个桥。所以我在想，今天要找这个宝藏是不是？而且是桥。7915-3159。你看啊，一星，这是一个四位数，前一个箱子是一个三位数。三位数刚才401-925-228-228，最有可能就是2月28、4月1号、9月29号。那么这个四位数1935-1953，是最有可能的年份。只要他们的数字里有1和9，那就一定是个年份。3159。哎，开不了。不行，更不行。所以这个箱子不是我们要的箱子啊，密码不是我们箱子密码。哎，他来了。哎，月月来了。月月来了。月月。哎，刚刚我们看那个密码不一样，打不开啊。打不开。肯定是别人的密码啊。对啊。他动作怎么跟磊哥很像？动作像有什么用啊？你是不是来之前你？哎呀！你来之前还知道个密码？太刺激了！你这个呢？这个看得了吗？看得了吗？试一下。可以开的，我能开的。谁告诉你的吗？还是你做任务做出来的？我们这这几个箱子里面有其中一个是真的箱子，有东西，有宝藏，有宝物。那就恰巧他知道吗？这个密码？我就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哎哦，这毛巾哦，这是提示4号箱里边的东西。这个一定是我这个，哦，这可能真是3159，迅哥，真假的？开了，开了，真假的？真假的，开了！我一看，我一下来我就看见了，咱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啊！只缘身在此山中。你见过什么密码啊？我们俩就为了弄个密码，现在已经要疯了。密码呢？密码在哪儿？哎呀，我可能累了。
走吧，师傅。奥兰德需要您提供解锁密码。20万四驱七座。恭喜您解锁成功，我们现在可以出发了。您有微信。第二层箱子密码已经发放完毕，请各位立即前往黄鹤楼。哇，黄鹤楼。呀，来了。开了吗，箱子？开了，肯定开了。我看他胸有成竹的样子。怎么都打开了呢？你若不明白害怕爱情的背叛。哎，他打开了。那小猪没打开。啊，你没打开。其实我哎，给他打开吧。好，叫大哥。大哥。他嘴倒是快。啊，我就不稀奇了。我这么跟你说吧，到目前为止一共有3个密码，公交车密码7915，传身密码3159，还有一个只有小月月知道的密码。目前3159只开了2号和6号箱，因为小猪和月月一起来的，可见小月月的命打不开小猪的箱子。那么小猪的箱子必然就是7915，而热巴的箱子密码一定是在小月月手里的。哦。月，你前面那三位数，你告诉我一个数呗。来，我帮你看。哦，开了，所以我们俩密码是一样的。这三个密码都有一特点，都有159，所以最有可能就1953、1956、1957。然后它对应的是1953年几月几号、1956年几月几号、1957年几月几号。它一定有原因，而且我们其实刚才查了一下，因为武汉长江大桥是1957年建成。哦，好，那我们前往徐州的场地。好，走。哇，好漂亮！哎呦，好漂亮！哇，各位极限收藏家们，大家好！现在大家手上已经拿到了各自的箱子，对不对？我相信你们对于自己手上的箱子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嗯，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考验的环节，就是下象棋。你会吗？不会。我也不会。我最厉害了。你会下象棋啊？是吗？太强了。你先告诉我，你真正象棋的规则知不知道？当然。哎，没有一个有用，好不好？嗯。被坑了。各位要开始下象棋，是暗棋的规则。棋子以将士象车马炮卒为吃棋的顺序，卒吃将，有箱子的人呢只有3枚棋子，无箱子的人只有4枚棋子，赢者决定与对方是否交换箱子。待会儿跟我去到旁边选择的时候，我会悄悄地告诉你，你手上的是真箱子还是假箱子。那我们按照抵达的顺序，首先有请的是王迅。那我先去选了啊。你对你的箱子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我这个是宝贝。哎，望远镜，看那边的吗？应该吧。哎，哎，看得见他哎。看王迅的表情。王迅的表情。好，现在请整理一下你的表情。嗯嗯嗯。因为对面呢，你看热巴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他正拿着望远镜在观察你。哦。我首先告诉你，你的箱子是假的。哦，真的。哇，这笑有点牵强了吧。这个游戏规则是一个暗棋的规则，你一共可以选走3枚棋子，但是你现在此刻只能选一个。那就选将吧。二，选将。OK， 你现在麻烦你帮我把黄磊请过来。你的箱子是真的。嗯，那请开始选择你这一轮要的棋子。确定，揣好，别让他们看见了，揣好。好，好。他鉴定了我的是真的。啊，我留了个将给你，另外一个将在迅哥那，我拿了个士。啊，好。只有你知道我拿啥了，你看。对。咱箱子能换一下吗？
我这个箱子是真的，我这是真的，真的。你的箱子是假的。OK。现在选择你想要的妻子。嗯。怎么？酱。哦，酱是吗？可以拿走了吗？可以拿走，但是不要让对方看见。他们拿望远镜在看的话，你箱子是假的。他很开心，说是真的。我选炮，我选炮，炮炮，你看他的嘴里炮炮。这样好吧，我帮你挡一下。你说，你说。我选是啊。哦，好好。选这个吧。那我选竹好了。我竹吧。谢谢你，麻烦帮我把王迅喊过来。为啥？因为他要选他的第二轮了。好，现在我们所在的就是一个巨大的棋盘，你可以选择打一个人，你也可以选择这轮我不玩。那我们现在要出来的首先是迅哥啊，我必须要出啊，我先不出啊。 OK， 来黄老师出不出战？我出战。选谁？迅哥。这有点太狠了吧，磊哥。我选一最边上的吧。选中间，好吧。好不好？准备好了啊。来来，三二一。我是相是。迅哥赢。啊，二号是是啊。你可以选择要不要他的箱子。你要吧，就要。他说我要你这个啊。那接下来一行选谁？想想啊，我就盯着一行那箱子。选我吧，一行，我没有箱子啊。你有那么多子儿啊？打我吧，打我吧。好，打你。三二一，开。嘿，纳相，你换不换？不换。不换吧，肯定是他的那个好。月月，你打谁？谁想跟我干？谁不想跟你干？好刺激，跟谁干都可以，你反正没压力。你要挑一个你觉得真箱子在谁手中？迅啊，迅啊！你打我干嘛呀？不是小猪，小猪跟我说的。小猪，来吧，你跟我打，你不就是屎吗？打不过你，我又不吃亏，我什么也没有。来，三二一。好，岳云鹏要不要这个箱子？我要。他能不要吗？我要。我有箱子了，朋友们。我有箱子了，我天哪！啊，你就把我箱子呗。我黄磊老师吧。我搭磊哥。来，三二一，猪，有你。二一，嘿，不要。二一，这肯定换。刚才谁没换？一星，一星没换。一星是真的啊、哦，那打一星呢？打一个吧。那你这小子打王迅，王迅那是个将，你拿足打的。你消耗掉一个，他也没法该换你了。我没拿足，一星我就没拿足。足，你没有足啊？我打热巴吧。哎，来吧。准备好，三二一，哈！我不让你拿足去打王迅吗？我没拿足，你这不足吗？手里有。我什么时候拿的足啊？热巴，你要不要他的？还是保留自己的？要吗？要，一星的值得要。
那我带走了啊。好，月月，打谁？月月可以打一星。我打炫哥。你只有打一星了，没人了。他没东西，你打他干啥？我也没东西，你打我干嘛？我再输给你啊。嗯。哦，你这个太感人了。对啊。我拥有一会儿就可以了。来来哥，来，你别打我了，你让我打打别人呗。那您说我打谁？你要打一星嘛。打你。拿大的，拿大的，拿小的。像你。好。岳云鹏选择了自己的一号，张艺兴也选择一号。来吧，三二一。一三二一，哇哇哇！你换不换？我觉得可以不换耶。我觉得可以不换，月换一个，月换一个，换，月换一个，赢了还不换？换啊，换吧。不好意思，一星，没事，挺好的。换吗？换是吧？好。耶！哈哈，又赢了。为什么那么喜庆了？怎么星期六呢？哎，到底这个就是赢了。赶到9点之前，赶上了我们今天最后一艘游轮。我们现在就要来验证一下，到底谁手中是真的箱子。那就不用说了，我这是假的。假的凉面，热干面。哦，翡翠。对。我编钟为什么假？你是什么？孙红宇的编钟啊，这是武汉千年的文化。行，我鸭脖。我这儿有一张卡，写的是武汉大学。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艺兴的箱子里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宝物。哦哦，什么？这个是什么？是把钥匙。这是两张手绘稿。这其实是长江大桥最初的一个设计图的原稿的模板，里面还有一个钥匙，对不对？对对。好，这才是接下来一个关键。来看一下我们这次整个的长江之行在武汉站真正的终极宝物是什么。月月哥，开喽。开。哇哦哇，升起来了。哇 Magic。 哇，开了。哇，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看啊，这都亮起来了。哇，全亮了。其实今天这密码都不是随便设置的，它都有特别特别的含义。1953年的4月1号，就是铁道部正式的成立了武汉大桥局。在56年的2月28号，就是横跨汉水的汉水桥正式的建成。57年的9月25号，也就是我们武汉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建成的日子。那接下来我就要请出一批非常特别的人，他们就是建设长江大桥、设计长江大桥和维护长江大桥每天在默默付出的建桥者们。来，我们掌声有请。感谢你们。我叫唐浩，是一名退休的工程师。62年前，我父亲唐完成有幸地参加了这座桥的设计和建设。我从小就生长在这个桥的旁边，我跟武汉市民一样，也非常热爱这座桥。它是我们城市的名片，也是我们城市的骄傲。我们今天虽然是在录一期节目啊，但是这个整个的历程，包括我们感受到的武汉的热情，当然最感动的就是我们的先辈们、前辈们在做，这样的一个真的叫天堑变通途，从此人民开始过得更好、更快乐。很幸运啊，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夜晚，可以跟这些好朋友们一起
畅游长江啊，与有荣焉。你从雪山走来，春潮十里的风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十里的气概，你勇敢天地无知，不与争而已，其实我才是真正的幕后收藏大家，我一直在暗中的考察你们，表现得不错，是不是想我了？想我的话，请锁定东方卫视《带着爸爸去留学》，不只是带着爸爸去留学，有惊喜哦。